是吧？当我听见忧郁的雨渣，勾起回忆的伤。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便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？谁让我牵挂？知道那些不愿说的话，让你负气流浪。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慌，不管爱多伤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好的，今天的清唱时刻呢就到此结束了。最近呢是主要在上网课，然后上网课的同时呢也有去有一部分工作，对，所以说也是一个兼顾的一个过程吧。然后也希望这段时间能够多唱了两首歌给大家听，所以说之前就有录那么几首歌给大家听，对。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还算挺开心的吧，虽然每天都在上网课，然后做作业，然后还是一个挺繁忙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也是在不断的切换一个状态，对，但是很开心，对。那我就准备休息了，大家也要早点睡觉。OK， 话不多说，赶紧睡觉。不行，我要吐字吐清楚，赶紧睡觉，赶紧睡觉，赶紧睡觉。好的，再见，晚安。